当然是这样，不知道，我其实有点吓到。接下来大家带来一首也是口水的歌，张惠妹的。好，我们的团员可以打赤膊吗？ 只有他可以了，对啊。陈陈说他可以打赤膊吗？陈陈说他可以打赤膊吗？但是，我好像不是团员。刚才他有得乳癌。 他上礼拜才检查，那是子宫颈。好，哎，一个人跳舞，张惠妹的。很多人跳舞，张惠妹的。 错误是你让爱情变得太模糊，一个始终的心。
decir lo que.